这也放上，鸡蛋也放上，这个绝对看出厚来了。这个，哎呦喂，这云吞果正经不小啊！这汉堡配云吞绝对好吃。人二连方二刚一顿不扯的话，好久没有吃大汉堡了。今天找一个，咱们一块去尝一尝。好像他这个地儿没有汤食，是个窜口，开点在外面，这旁边是个包子铺。我再弄碗云吞，你看俩人一共要了仨呀，稍微加热带样了啊。这是嘛酱？自己配的，我还没少挤，挤得满满登登的，绿色。把这准备工作做好了，一会儿煎熟了往上一搁。西红柿这片还不小，给我来点生洋葱。生洋葱可以可以，行吗？这从那半斤那个上。半斤的是后煎。你这个肉饼里嘛也没放是吗？就是里面调料什么都没放。不要调料。哦，这是那包的，再弄点嘛，弄点海盐、黑胡椒，黑胡椒多转两圈，嘿，搞个鸡蛋，再弄个 pineapple ring， 这厚的也翻面儿。墨西哥小辣椒给我也来点呗，先拿喷枪烧一下，我够旺的啊，必须得要小辣的，洋葱必须得生啊，这是什么？我自己炒的辣椒。一会儿着重尝尝这辣椒，酸光光大片儿，自己腌的呗。对，不是你给我这大的来点行吗？肯定有。要煎那么半天，我这应该熟了，这是火辣辣，这绝对厚，这个搁这上。咦，这也放上，鸡蛋也放上，这个绝对看出厚来了。这个，这跟这一比，是不是差个签子？皇冠啊，你给我吧，这个我先放下。您给我来一碗云吞，然后再来一两包子。加鸡蛋吗？加。今天是吃汉堡喝云吞，先吃这个火辣辣。这个中间给劈开了，我给我们一块一人一半。这里面就是一肉饼，然后是他自己做的辣酱。那辣酱这味儿是够爽的。有点鱼眼肉丝了，还行，搁这汉堡里没什么违和感。半口，这半个就没了，咱吃这碗绝对快。我这云吞也好了，胡椒粉、冬菜、来点盐，这怎么一块儿单独要那个？三个汉堡的芝士都搁他这一个里了，坏坏坏！我这勺得蹭芝士，绝对一口不吃。过后这云吞吧，哎呦喂，这云吞果正经不小啊，老大个了。这云吞老棒了，这云吞。尝尝我这半斤的肉饼，来我这取下来，这怎么下嘴呢？这玩意儿。哇，这个吃的好过瘾，这个肉饼厚就是不一样，而且这鸡蛋是煎出来，这是脆的。这肉饼这么厚，里面这肉馅不干。它这个煎鸡蛋绝对增加口感了，应该让它煎俩，弄我这一手酱啊。来口云吞。那种一个厚肉饼跟那种两三个那种薄肉饼叠起来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这汉堡配云吞绝对好吃。厚肉饼好过瘾。这玩意儿还就得多酱。今天这跨界混搭绝对成功，今天都是大号的汉堡肉饼，大号的云吞也大号的，这云吞太硬可了，云吞这位小费175，这是嘛？土豆炖牛肉，茄子，这个是鸡肉还是丸子？西红柿鸡蛋，鱼香鸡丝，可以，在这个价格下绝对可以。人二连方二刚一顿不扯的话，今天去吃个盒饭，而且还是清真的，咱们一块去尝一尝。现在是上午的11点，吃这个东西就得赶早啊。而且门口摆着小座还没坐人了。盒饭组合，四菜加米饭18，啊、哦，不在劲儿。这菜都出来了吗？来的有点太早了，里面能坐着吃吗？往里走啊，这里边是吧？这里面别有冬天，吃的还挺干净。后边还有3、4个菜。现在前面这些菜挺好的。大锅菜炒的奶包，有把子力气，兄弟。过这奶包可以来一份。西红柿鸡蛋、鱼香鸡丝，这是嘛？土豆炖牛肉、茄子，这个是鸡肉还是丸子？这是炸什么？炸鸡花。来个4个菜，4个菜一米饭。哎，对，再来一点儿行。来那奶包刚出锅的，土豆牛肉。行，差不多了。茄子，牛肉烧茄子是吧？鸡肉丸子都来点儿了，甜的是吧？嗯，行，好嘞，谢谢。你再我来一份饭，炸鸡花跟那个鱼香鸡丝拼，你都给我摞这上。我就吃两份就完了，两份。哎，这份12了，这是。哦，还有汤是吧？您帮我拿吧。端着过来，右拐，你坐下。两碗，一碗18的，一碗12。我其实就为想吃那炸鸡花、鸡肉丸子、牛肉茄子，还有牛肉烧土豆、奶包，这鱼香鸡丝，然后就是那炸鸡花。我先吃份儿小这个，来口炸鸡花吧。哦，这炸鸡花外皮是甜的，有点微辣，面倍儿薄，还能吃着这鸡的脆皮儿。弄口鱼香鸡丝，这鸡丝切的够粗的。
从盒饭的角度出发，这个做的算不错。这一碗十二和米饭吃可以。再来一口这炸鸡块，这炸鸡块口感味道都不错，可能就是现做出来，有一点点凉，也有骨头啊。第二碗尝这鸡肉丸子，再给来一口这茄子米饭，这茄子弄得好吃，不一口还有点粗酸的感觉。这两碗有点多，两碗。奶包的鸡肉跟鱿鱼花，作为盒饭来讲，炒这些味儿都可以，关键是便宜，选择多，还有汤，吃不下去。关键是早上你还吃早点了，然后来这来溜早，这两顿饭间隔的时间有点紧。可以，在这个价格下绝对可以。今日消费30，估计外地的朋友应该没体验过油酥烧饼，烤一下，然后再加上那腰子，最后又反尝了一把串，五个羊排，这顿饭吃了有点过分了。这样的范儿刚一顿不吃的话，天儿一暖和就想撸个串，今天找个老店咱们撸个痛快。坐外边是吧？坐外面太好了，这次我踏不了了。好，谢谢。这算是2024年头一批玛莎吧，正好天晴了风停了，我又觉得我行了。羊肉串3块，肉头3块，先少点哪个好吃呢？咱再多要。你要三样一个，茄子、香菇、豆角啊，几回烤完都没了，几回不？一个烧饼，一个馒头，行吗？肯定没有大米饭，先吃着。一会儿不行再看。这就是我要那腰子，真切成2半了。一会儿咱俩一人一半，带头的给你。关键这一个菜吃完有点多。可是其实不光羊肉串，还有麻辣烧烤，块一翻面带样了啊。这能盘拍黄瓜，吃烧烤这个必须得有。吃那倍儿爽。好凉，麻烧麻在麻酱放的少，好像也没有搁酸，这么一吃就感觉差点意思。剑桑来了一把肉串、肉筋跟鸡皮，再来个肉串，这串烤的味儿有点小时候那味儿。这个串烤不错，这串好吃，这个是肉筋儿。这肉筋烤的味儿没毛病，嚼起来有点费劲，没有那羊肉串好嚼。这第二串好很多，我觉得肉串比肉卷要好吃。羊排，我还是碳烤的，那肯定的，肯定碳烤的香啊。这羊排不甜，烤的够香，这羊排不错，也是正经排。鸡皮，这鸡皮不脆。麻辣烧烤系列，来豆角吧。烤羊白菜。哎，烤羊白菜，哎，胡腥味倍儿大，真的。大哥，再来10个肉串，5个羊排，走嘞。再来5个肉筋儿，香菇，香菇好弹。先有俩鸡翅，这鸡翅看着比上次那烤的香，整个给它放嘴里，微微小甜，外皮烤的还焦脆。这么吃鸡翅太爽了，一个蒜切成了4个，我就吃一个，我不吃带头的，你吃带头的吧。哦，外皮特别有弹性，里面就跟吃豆腐一样。夹腰子也出了4串，我拿这烧饼夹腰子怎么样？288这比不了，这烧饼夹腰子，估计外地的朋友应该没体验过油酥烧饼，烤一下，然后再夹上那腰子，中式腰子汉堡。这个烧饼夹烤腰子太带劲了。点了个醋小豆腐，大姐忘做了，弄得我现在只能喝汽水。最后又反尝了一把串，来吧兄弟，继续。最后5个羊排，哦，好吃。久等的醋椒豆腐，啊，这顿饭吃了有点过分了，我们俩就这么一顿糟，才花了278。